你们有什么事吗？ <音>去夜店迟到。 说谁都不许过去，马甲。<音><音>
别想，私人拍。是的。来呀！求求你，求求你！ 把他的猪头！
今晚你不。
就是你这家伙，目标在这里。 相信你，如果我们就这样一直站在原地，它会净化我们的身体，以及我们的精神。水具有让我们最终获得自由的力，它代表着新生和一个黑暗灵魂的净化。水是重生的关键，它被认为具有赎罪的特质。 Ugh!
心智就像冰山，只有1/7体积浮在水面上。我们的意识只是冰山一角，我们必须深入水下，探索潜意识，才能面对过去。 我能扶着你，我能扶着你。
欢迎现上，警方的。狗什么？别害羞，靠近你，让我好好看看。 面对你的审判吧！第七小队，他在电梯井里。师傅，他在电梯井里。派第九小队去，立刻。第九小队正在路上。
每一种罪行都有它的惩罚，每一种惩罚都有它的武器。
欢迎来到养生堂。 特殊。 认识，我操！你需要被净化。 寻求正道。
求你了，别走！ 嗯。<clears throat>